近日吴昕拍摄了一组复古大片，这一次她挑战了黑色的紧身礼服，化身绝美的黑天鹅，一身黑色的吊带礼服裙将她的身材曲线发挥到了极致。另一条黑色的吊带裙在胸前采用了抹胸的款式，本身黑色就是又性感又显瘦的，这样一穿就更加完美了，腰身处看上去也是非常显瘦的。这一次拍摄的大片可以看出吴昕是下了功夫的，低马尾也给她增加了不少气场。吴昕头上戴了一顶大大的英式礼服帽，显得古典有韵味。这一顶大大的礼服帽是类似于赫本的风格，配上这条礼服裙，瞬间化身成为90年代的世纪甜心。复古风造型居然也可以这么完美，在拍摄大片的时候，她的气场真的让人不容忽视。黑色的皮衣穿在身上，又拥有了特工的气场，脖子上还有黑色的围脖，更显得造型不俗和特殊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